13年冇见啦，今次一定要留意。反起跑线联盟二，我哋正式冇合作过，系我喺一个学校嘅即系功课里面咧，我就做导演啦，就请咗佢做我嘅男主角，就系、是。咁樣合作咯，係啊，就最密切嘅合作係嗰次啊，應該係嗰次係佢係導演，我同埋另外一個女同學，咁三個人嘅一個組合嚟嘅啫。咁另外就係一啲學校嘅演出啦，咁但係嗰啲演出又唔係話真係有對手嘅，只不過大家喺同一個製作裏邊咁樣。反而今次係最多對手啊！係啊，真係困我哋係今次，即係咁多年後咯。這個戲就是反起跑線聯盟二，就是由一那裡來的，我呢在一那裡就已經是做Charles 這個角色，就是一個那些叫做什麼虎爸，一個就是一定要贏在起跑線的爸爸，就是要個仔催谷到他不得了的一個這樣的人物來的。咁去到今集咧，都係一個咁樣嘅基礎。不過經過咗上一季之後，其實我就已經會體諒個仔多啲噶啦，亦都體諒啲小朋友嘅學習嘅生涯係幾咁痛苦噶啦。咁但係我都仍然係堅持一定要做到最好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而今次就遇上阿冼老師呢一個新嘅角色啦。係啦，我咧係一個。小學一年班的老師冼老師是一個非常之嚴謹，我想是比虎爸更去得盡的人。他是要求小朋友是不能夠錯，100分是不夠的，要120分，因為那20分是用來讓你不記得，用來考試用的。那啊，是一個真是連虎爸虎媽都會害怕的老師。所以其實我遇上他呢，這個人物呢其實是志同道合的，我們基本上是，不過他更重要過我那個角色，但是因為他還這麼嚴厲到吹毛求疵，在我的角度，但是令到我的兒子就很痛苦，我兒子痛苦就真的我會很痛苦，所以我就要去找他晦氣，就是 要對這個冼老師有一些對抗的，就是為什麼你要極端到這樣，我都夠極端的了，你還極端過我，所以我們就兩個人物就產生了很多的衝突，但是慢慢慢慢呢，大家又找到一個共處 的方式啦，最後其實都是一起 行下去個戲的發展裡面。咁鬧交嗰陣時候，會唔會有啲好難忘嘅場口？覺得哇，鬧得好勁咁啊！你哋我哋啲對白唔係普通鬧交鬧嗰啲嘅，我哋嗰啲句句都係又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啲藏下啲刀啊，有啲釘啊、飛釘啊，飛緊一啲嘢出嚟，睇下對方點樣接。同埋大家其實都有大家嘅一個諗法，都冇錯嘅。即係我覺得最得意咧，呢部戲呢啲場口會發現，其實大家都係為緊啲小朋友好，只不過係用緊啲咩方法，同埋都係即係出於善意。不過嗰個善意咧，有時啲小朋友招唔招架得嚟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部戲嘅中心咯。嗯，同埋我哋嗰、那個即係大家都係為咗小朋友好啦。咁但係究竟最後？我哋為佢好啫，佢哋係唔係真係接受到呢？咁所以喺個戲裏面就變咗有我哋呢啲咁極端嘅家長或者老師，其實佢都係家長啦。喺個戲裏面嘅時候，對小朋友其實產生咗一啲咩嘅令佢哋辛苦咧，令到一啲反效果出現咧，其實都令我哋作為家長嘅嗰、那個嗰面嘅角色咧，有好多反思嘅空間嘅。有冇啲音樂比較難忘啊？大家合作裏邊難忘，因為我同佢一對咧，就係喺度鬧交鬧交，即係我一定係找佢晦氣。點解你會話佢錯？錯喺邊？點解你要明明功課做咗十次，你都仲要話錯？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老師嚟。即係話一個錯，即係佢唔明，重新再講，講完就唔能夠錯，同埋不斷嘅抄寫係有原因嘅。
即呢樣嘢都係我因為呢個戲我先知道。原先我都覺得唔使抄咁多寫咁多，但呢部戲原來咧，佢哋研究嘅話我知咧，即原來你小手嘅肌肉咧，你透過呢一樣嘢咧，然後係傳入大腦嘅，傳入大腦就會形成記憶啦。呢啲係導演講嘅。呢啲係佢對白嚟嘅，真係佢成篇文咁樣講出嚟。咁佢個角色對你教小朋友都有幫助啟發。有嘅，原來有啲嘢我係唔知道。原來是這樣咯，咁而家呢一代咧，我女呢一代根本就唔使抄寫乜滯，所以佢咪唔記得咯。啊，就係呢個，係咁，我哋都要小朋友接受到先得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戲咧係探討咗好多舊式老師嘅嗰啲教法，同一啲而家小朋友嘅成長，佢太多嘢唔同咗啦。我哋以前個世界亦都簡單啲。即係亦都係冇識諗，點會識得諗唔抄㗎？點都抄，即係諗辦法都抄到俾老師㗎嘛，係咪先？我諗大家都試過左右開工㗎啦，咁唔使講係咩嚟㗎啦。三支圓珠，係啦，一齊寫落去，即係大家都試過。但係而家呢一代啲小朋友就唔識啦。咁係咪我哋嗰代識得執生多啲咧？我唔知道，可能係㗎，因為我哋要面對嘅嘢。即係簡單得嚟，但我哋要諗計仔啊嘛。咁而家小朋友嘅叻會唔會叻咗喺第二樣嘢度咧？佢哋一定叻過我哋，但係唔同咗咯。咁所以我又覺得，即係每一代都有每一代嘅新鮮嘅嘢咯。我現實中都係一個，我諗係嚴噶嚇。即係譬如小朋友真係錯咗嗰樣嘢，我真係話俾佢聽錯喺邊咯。即係要佢面對呢樣嘢，冇得嘿嘿咁就過咗咯。因為有啲嘢我覺得唔可以咁輕易放過。但有啲嘢如果睇見佢已經係即係攰到隻嘢咁啊，瞌曬眼瞓，你仲叫佢默算啦，媽咪。會唔會令你浪氣啊？呢啲地方而家禮貌啦，因為踏入青春期有時都頂到行噶。點解嗰次得而家唔得咧？咁我就要諗係喎，點解嗰次得？而家唔得咧，因為嗰次咧就乜乜乜，你要諗到原因啊，牙尖嘴利啦，咁開始會有好多，佢會譬如佢想要到呢個目標，做到呢樣嘢，佢會諗千方百計，擁你陷阱，扇你，咁但係咧，我同爸爸就要好小心咁樣去答佢咯，真係要用腦咯，我想講，即係唔可以。哎，好攰啊！你話咩咩唔得，即係我哋都要冷靜啲，慢慢。譬如佢問我可唔可以去人哋屋企瞓啊，即係去 sleep over 啊，有噶嘛？佢哋而家呢個年紀，雖然我女都未正式試過，咁我就要諗點樣同佢拆呢樣嘢，唔係得定唔得，係點解咧？係咪適當做呢樣嘢咧？即係要咁咯。譬如話，我好多時就係同我做我仔 Martin 嗰、那個。小演員做啦，咁佢亦都係叻，即係我感覺到佢已經成為小朋友圈中嘅，好似 Charles 咁樣成為大佬啦。佢已經，佢又好有領導才華啦，已經喺小演員嘅群裏邊。咁即係你睇到每一個都已經成長咗，甚至乎我又好中意阿 UMB 嘅 UMB， 即係佢細即係第一季嘅時候咧。好楚楚可憐啊！但係今季咧，佢已經係哇，我睇佢做戲好好睇，即係佢嘅情緒好到位，亦都好知道做戲係咩一回事，係好吸引嘅。